那下面呢，当然就是首先要再次邀请我们的副老师帮大家准备，因为其实今天我觉得在选歌上面呢，也帮大家就是尽量准备我们想要的、希望的曲目，希望可以多点英文情歌，然后唱唱英文的中文歌曲，希望大家的感觉呢，就是好浪漫动人的感觉。那在第二个阶段呢，我们帮大家准备一些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曲，我想大家都已经吃到那有八九分饱，对不对？可以跟我们一起动动你们的身体了，好不好？在十二个时刻里面，希望透过歌曲把这个欢乐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。主持也在呀，主持也在呀。I think I wanna make
谢谢。